到目前为止，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呢是344.8万亿元，2012年底是133.6万亿元，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那个银行市场。保险业总资产从2012年底的7.4万亿元增加到去年底的24.9万亿元，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。过去10年，银行贷款和债券投资年均增速分别为13.1%和14.7%，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。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、普惠型社人贷款年均增速分别达到25.5%和14.9%，大大高于贷款平均增速。人均银行账户约9.5个，普惠金融覆盖范围和可及性显著提高。